视频还在压缩，我看我考虑以后不要把这个视频做成 4K 的，做成高清的就好。然后今天做面的时候呢，多了点土豆，打算等下再洗一下，做个小吃。大概这么多，就不用拿刀子了，省得那个什么，就这样差不多，大概是这么大的块就可以了。不然的话，中午剩下那些就要浪费。这个也是可以出门简便的做土豆的方法，因为这个土豆比较小，所以就大概切这么大就可以了。用微波炉，等一下告诉大家怎么做。感觉这如果吃完这一顿的话，晚上是不是就不用吃了？太多了。可以了，大概这么多，有点多了，感觉又多了。顺便在等的时候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吃的牛肉干，像是这种牛肉干，很硬很硬，这种。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牛肉干。据传说呢，这就是成吉思汗去攻打欧洲的时候路上的干粮。来过内蒙的人几乎应该都吃过这个，它是自然风干的牛肉干，不像是一般大家所吃的这些牛肉干呢，大多都是电风扇吹干的，或者是用电烤干的。这个是真的是自己风干的，所以我走的时候带了一点，目前吃的快吃完了，刚好要等朋友了，他来的时候还会再帮我带一点。平时呢，我自己也会看。哦，我要把电视声音放小一点，因为听不到我说的话。我平时自己也会看一些自驾出去旅行的小伙伴们的视频，但是我喜欢看东子的，然后还有阿伦的，都是阿伦是拍的，就是他拍的风格很棒，很喜欢。然后东子呢，他的生活很有意思，很有趣。看那些买了这么多土豆，没办法，现在忘买削皮刀了，所以只能像削苹果一样的削它。土豆皮是不是可以给狗子吃掉啊？第一次这样修土豆，这个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用勺子，但是那样子的只限于皮薄一点的土豆。这个土豆皮还是感觉土豆不是很大，但是皮还挺厚的，所以就不太好用。以后就不能成为夫妻吗？对呀。那些现在是夫妻的选手，以后就不能？不能。多来几个吧。这土豆原本是不大的，其实是可以连皮吃的。我做这个呢，最好是有厨房的纸，像是这样子的纸巾。其实普通纸巾也是可以的，只不过就是你要确保它是可以使用的这种纸巾，你知道吗？就是
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，把这个土豆的水分要吸干，我把它展开放到上面，这样会比较。啊，掉了一个，等一下给小狗吃。我们家狗什么都吃。我应该分两次，因为我没有这么大的容器。另外一个很大的容器呢，放一点油。啊，有点多了，但是不要紧，我把它拌好了，拌匀，让所有土豆都沾到这个油。然后呢，放点椒盐，啊，够了，不然它太咸了。然后和油把它拌匀，让每块土豆都沾上椒盐。先来一次试一下，看下一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，所以就先做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个样子把它放到微波炉里边，就中间。好，开始，先试一分钟吧。一分钟。啊，这个豆还没有热，但是拿出来之后拌一下，感觉好像是油有点多，下一次就少放一些油。这样，我觉得这个至少下次要开三分钟以上。可以了。刚才把这个油倒出去一些，不倒。因为刚才油放太多了，所以导致它没有干掉。后来又把油倒出去之后加热了三分钟。因为这个车载的微波炉呢功率不是很大，跟家里面的有点不太一样，所以可以啊。还有一部分，一半，另外一半呢发现一瓶老干妈，所以想用老干妈试一下。这个要把它完全拌起来。刚才那个就是通常做法，这个是没做过的，之前没这样试过。所以还是一样，刚才那次呢是放了又加了三分钟，这次先四分钟吧。开始之后到一半的时候拿出来翻动一下，因为它受热可能不太均匀。发现这个味道，椒盐这部分呢味道有点淡，再放点酱油的话味道可能会更好一点。果然食谱里边再加一个酱油。四分钟。哇，有点烫。哇，放下来。这个就是尝一下。老干妈版的跃龙芝士土豆。晚上给你洗澡好不好？晚上洗澡。等一下，打算去森林里面走一下，然后先把水加满，就这样的小水慢慢的加，它可以加到很满。因为这边下雨，所以我要试一下这个。咱们之前说这个，如果下雨的话，坡度不够大，或者是怎么样的话，会损坏这个帘子。我想试一下这个帘子最长能伸多长，然后给大家一个评测。然后把这个要听到咔嗒一声之后才拿出来。找到一个你想要的位置，锁定。
这点是晚上可能就这样子了，因为要给它留一点坡度的，不给它留坡度的话它可能会就是积水很多，所以要留点坡度。这样的话晚上进出就不会有雨啊之类的，因为你看现在周边哇好安静啊，晚上这个角度不对，跑一下子这边。森林里面跑步真的是很不错的。下午其实现在只有4点多吧，但现在天气看起来已经很嗨了。停下来之后呢，发现原来在深山里边他们也有这个小树屋的，像是这样的树屋看起来还是挺神秘的。继续打算进一下这种公路外面的林地，跑得已经累得不行了。因为我看到山下他们在有卖蘑菇，难道这边有采蘑菇吗？我看到东哥经常在山里边采蘑菇，但这里边好像什么都没有。但我穿这个鞋好像不太适合在这里边走。哎呀，然后地上好像全部都是，这边这边米老过来，地上全部都是各种蜘蛛丝。还是不错，走了差不多2公里吧，然后一直是这样子的。然后一定会有很多网友问我害不害怕这样的环境，但是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出来，我既然选择了出来就是要战胜自己的这种害怕孤独的感觉，所以目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。路上找到一个特别清的水池，就往往这种看起来很清的水池里面还有很多微生物，其实我想把车停在这边抽点水的，但这种死水是微生物很多的，是不可以饮用的水，所以像这种的石头上面流下来的水是直接可以饮用的，没关系，明天早晨你们就知道可不可以饮用了。啊，好甜呐！就从这个山上，哎，这边的水比较快一点。贝尔告诉我，这种水是可以喝的。现在已经走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了吧。然后到了山上，然后还要走回来，但是感觉人清气爽，很不错。然后今天晚上刚好就不用去遛狗了，因为它已经遛得很好了。晚上呢，洗个澡。其实，在这种森林里边呢，就是可能你绝对会很害怕，但是，让你值得害怕的事情很少，享受这种大自然。好多人问我做这个视频用什么，然后是我也没有办法一一给回答。然后其实我在用这个叫 Adobe Premiere， 然后它这个呢使用起来其实是比较复杂的，但是呢功能比较强大，
其实很多人自己可以选择，爱剪辑啊之类的，像是，有爱剪辑，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？微粒工厂，那个也是不错的，就是比较简单好用的一种模式。